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高中男子传统健美60公斤以下的量级。那这个量级一共有5位选手。那请带队官将这个量级5位选手站带至舞台中央位置，谢谢。正面预备姿势，正面双手肱二头肌，正面后背。好，选手请放松。那请带队官将这一排选手带到舞台后方位置。那请我们159号选手站在舞台中央位置。音乐起响。好，谢谢我们159号。那接下来是160号。好，谢谢我们160号。那有请我们161号代表国立金门高中。好，谢谢我们161号，接下来是162号。音乐请下。
162号，接下来是163号。163号，好，那有请我们第六关将这个量级的选手带到舞台下方，谢谢。那请观众给我们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你们。那接下来由带队官将高中男子健美组60公斤的量级的选手带到舞台中央位置，那请观众给我们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他们入场。第五名成绩公布，159号林博瑞。第四名161号白廷俊，代表国立金门高中。第三名160号黄志源。第二名162号邱佑勋。那恭喜我们第一名163号薛雨婷，恭喜，恭喜你们。请台上的选手靠近一点，好，看一下舞台前方的位置。OK， 很好。那请嘉宾在颁奖嘉宾在舞台上留步。那五位选手靠近一点，摆出你们最喜欢的健美姿势。好，看一下舞台前方。一、二、三，很好。好，谢谢。那请。观众给我们热烈掌声，恭喜台上获得名次的选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